你觉得男人过了70还会出轨吗？两位男士实话实说啊，武先生今年72岁了，身体健康，心呢也一直是蠢蠢欲动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就特别在于男女之情，哪怕婚后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没有消退过。老伴儿呢跟他过到现在，那是因为特别的能忍，还顾及脸面跟孩子，所以懒得在意他，他也求之不得。尽管这岁数大了，但是看到中意的女人呢，还是忍不住的想要去靠近。樊先生今年是74岁了，他说男人哪有不好色的呢，有机会的话都一样。他从前挺风流，后来因为老婆发现了吵了离婚，因为害怕老婆走了没人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，更害怕财产的损失，无奈之下只得收心。但是感情吧，早已经是名存实亡了，这么多年大伙过日子而已。他对这种婚姻生活是相当的不满，在家待不住，没事呢就往外面跑，在外面遇到有感觉的，性格合得来的，还是会滋生好感，也依旧想出轨，但就是想想而已，毕竟嘛，岁数大了，身体呢也不允许出轨了。如果被老伴发现了，估计呢会扔下他跑到孩子那边去住，那他的余生就很难过了。男人如果三观不正，本性就会花心，不管是岁数多大，依旧本性难移。那么过了70岁之后的男人，多少呢还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，有贼心呢没贼胆，因为生理方面的需求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烈了，对于婚外情的渴望也会大打折扣。而且越往后年龄越大，守住自己目前拥有的一切才是关键，这种道理他们也懂。